以前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，养殖的这个尾水直排海里，对这个海水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污染。为了解决污染问题，我们园区将这个尾水集中收集，经过现代化工艺的一个处理，使这个养殖尾水达标以后，进行排放，不会对这个海水造成污染。我们猪贝贝在这里以前的话呢，做的还不错，但最近这五六年一下子爆发性增长，都是那个随意性的取水、随意性的排水，水那个质量呢变得很差，水恶化的话基本上就是很难做成功了。但政府这里的话呢，它是统一取水嘛，统一排水的话，从那个源头上呢来控制这个问题嘛。现在我们在海边的话呢，我们是那个大棚式养殖，有时候台风来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仙湖湖赚了几年钱，就因为一场台风一下子就先赔进去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它是一个硬件比较好，它这个楼房式结构，台风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影响，所以呢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养殖风险大大降低了，产量上去了。